好，台湾竟然出现了从美国平行输入的爱戴尔假睫毛胶，而且呢被验出是含有禁用的防腐剂甲醛，长期使用呢将会对眼睛有害，而这是新北市兆兴企业公司，而检方昨天也查扣了将近100支哦，但已经有5000支流入市面了。检方表示，兆兴除了在网络贩售之外，还在这个美华泰等卖场销售。检方昨天呢搜索了美华泰、桃园店、八德店之后，两家店呢是立刻的把有问题的假睫毛胶以及兆兴其他产品通通下架，并且呢已经通报了全台的其他分店同步处理。